咩吼？哦，咱只好朋友大家欣赏。我咧讲过，咱真的是天气的关系比较较冷安尼吼。哦，无这早起咧穿个衫真正做辣的，你甲看迄个就感觉哇，真正的吼，看到感觉做欢喜的吼。啊，今日同款吼，啊，主持人嘛是穿遮济啊，对。所以讲，我无理由叫你穿遮少的安尼啦吼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来个介绍下一曲。你的答案哈，来，谢谢哇！这里站的美女，邀请到咱的美女，你家特别那个安排。过来了吗？哇！精彩，能够赞的吼，哎，我文哥都感慨，啊，咱早起一直甲堆加落啊哩吼，啊，表面拢塞车啦吼，啊，等一下刚关那面卖落去服务啦吼，不如讲甲咱只好朋友做一个报告，咱个服务咱无咧头前面吃，吼，哎，只咱无资历吼，哎，敢会当苏小姐服务咱个麻烦请位来对面呀吼，哎，我一个盘啊来对面呀吼，哎，遐会当甲咱只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啦吼，未来咧只咱就卖叫应用着委员节安尼啦吼，哎，谢谢，安乐。